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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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翻开120页，我们看偶一大师《弥陀要解》当中对于这句阿弥陀佛名号多善跟福德的解释，总共我们取了9条文。第一，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以名招德，心无不净。就这个名号万德是代表一切功德都在这里边，名一招德，招就是这个招就是招呼哈，就是叫你来你就来，像君招臣，君子啊要见臣下就召见，叫来就来的。名和德的关系呢，名就是君王，具体的德目呢就像这个臣属部下一样，所以名是总的。那么这个名这底下所有的一切万德，三身四智啊，实力四无所谓，这一切光明智慧慈悲都在名号里边，而且名只要名到哪个地方，德都跟进啊，只要没有不包含在内的。那这样的话，名号当然是多善跟福德了。第二句，一生阿弥陀佛及释迦本师于五浊恶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依此果觉全体授予诸恶众生。这段的解释啊，我是非常喜欢，也非常的赞叹。这段的解释可以说很大胆啊，超情离见，这一般人解释不出来，你也不敢这么讲，说释迦牟尼佛来娑婆苦行正道成无上菩提，甚至是历劫修行，这次不过是示现成佛，他得了无上正等正觉，就得了一声阿弥陀佛啊！你一般人敢这样解释吗？你不敢这样解释，你这样解释人家也不信你。说那这样我们跟释迦牟尼佛不是平等了吗？他也得生阿弥陀佛，我也得到了吧？对呀，果觉全体授予诸恶众生，就释迦牟尼佛他所成了佛，他得了什么法？不过是得了这一声阿弥陀佛而已。这种解释确实是高妙高超的很，而且呢，这一声阿弥陀佛是他成了佛了嘛，就果地的觉悟，果地觉悟就这句名号，把这句名号呢全体，不是说打个折扣啊，80%、90%，是完全的给你，给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告诉我们他来的娑婆世界，就是把这个名号来告诉你的，给你的。阿难啊，如好吃食鱼啊，吃食鱼者即是吃无量寿佛名啊，不仅在观经里边是这样的附属，整个一代说法说阿难啊，这个未来的浊世末法众生啊，你要把这个名号持。交给他们，告诉给我们的也不过是这句阿弥陀佛给我们了。所以这种解释啊，绝妙高超，但同时呢，他也没有夸张，也没有缩小，是如实的啊。这种所以这样那见的是这样的，就是大师级别的解释的不一样。这也当然就是净土宗的一种解释方法。那如果啰啰嗦的那讲一大堆释迦牟尼佛多少苦行，哎，讲了多少经典，证了多少法门，如何如何，讲了这么多这么多释迦牟尼佛的东西，确实不能给你，你也收不到，开悟不了，苦行也雪山半径你也做不来啊，变为 九色路怎么样去修行布施啊等等啊，现身现命啊，你都做不来啊，释迦佛历劫的菩萨本身故事，好，那释迦佛还是释迦佛的，跟你没有关系。而现在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不过是得了这声阿弥陀佛，现在把它全部给你，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你也可以成佛了。所以这样《法华经》的宗旨
所谓的以一佛乘的教法度脱一切众生，那就成现实了。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让一佛乘度脱一切众生啊？释迦牟尼佛自己成了佛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当然，这个还是从本质来讲，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原因。所以这下面第三句也非常好啊。佛以大愿作众生多善根之因，多善根之因就是菩提正道名多善根的清因嘛。那我们发不起大菩提心，发不起大菩提愿，什么普贤菩萨是大愿王，我们发得起来吗？发不起来。阿弥陀佛呢，以他大愿作为我们多善根之因，又大行，所以大愿就是五劫思维的四十八大愿，大行就照在永劫的难行苦行清净行，做众生多福德之源。他怎么来做我们的多善根之因和多福德之源？就是说把他大愿大行所积聚的大愿业力一切功德浓缩在六字名号里边给你，你相信了信愿归命愿生，这就是多善根因就有了。你相信了你的称名，所以阿弥陀佛即是其行直持名号，这个多福德之源你也具足了。今信愿令信愿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所以令诸众生功德成就，无量寿经里边不有这八个字吗？他怎么令诸众生功德成就？偶一大师在这里就把他的原理解义啊展示出来，是这样令诸众生功德成就的。令哪种众生？令我们这样的人，你只要信愿持名，念念成就如是功德，跟阿弥陀佛的功德一样，如是如是，不增不减，因中的大愿大行的功德完全成为我们所有。所以这个解释非常的妙。那么跟善导大师所讲的同因同行之菩提不是一个意思吗？多善根之因同因，多福德之缘大行同行，然后念念成就如是功德之菩提，这是一模一样的。第四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持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人善根福德跟佛一样。所以各位不要再讲我们是穷汉了，都发大财了啊，都满足功德大宝海啊。如果还讲感觉的不够，说哎呀我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还有别的法门还要修一修，觉得好像还不行还欠缺，那说明你啊还不了解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持名善根福德同佛了多不多啊？多善根对吧？那够不够啊？够了，圆满了。持名者光明寿命同佛无异，持念阿弥陀佛的人光明跟寿命跟佛是一样的。哇，那我们这个房间多亮，无量光啊。那怎么理解呢？光明寿命跟佛无异，没有差别啊。这可以分为三个阶位来理解。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称名的时候，在一念因心当中，念南无阿弥陀佛归命愿往生，这一念的因心当下就含摄了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的功德。就好像我们一个叫 U 盘嘛，这个小东西一放，就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边了。这六字名号我们一念的因心来称念它，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都在这里边，这不是同佛光寿吗？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往生涅槃界同佛光寿，也因为这一念的因心光明寿命同佛无异，所以你才可以呢坦坦荡荡的毫无阻碍毫无遮拦的进入涅槃界。所以涅槃界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命的境界，佛的本身境界。那么你有这个因，你才可以跟这个果才可以进得去啊，不然是不可以的。就像水一样，这个水下面的水可以流到上面吗？那是不可能。上面的水可以流到下面，那么平的水也可以互相流动淌的，
我们在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那不要差多少级别，你怎么能上得去啊？可是我们一念阿弥陀佛，啪，提高了，跟极乐世界平等，涅槃界是平等的，你就可以流进去了。所以这么想起来，六字名号还是个加压棒呢，啊，啪，给你棒打起来了。第三点就成佛，因中的一念因心往生涅槃界，马上成佛。这个成佛光明寿命，同佛无异。这个成佛，我们都觉得啊，对了，成了佛了，光明寿命跟佛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我们往往会怀疑说，那现在我是个凡夫，光明寿命跟佛怎么能没有差别呢？要知道果上没有差别，因中也一定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因中说果还没完全显示出来啊。像一个豆，这个豆它里面的基因，它所有的成分生命力都在这个豆里边，储存在这个豆种里边。你将来在发芽长成这个啊，我们不讲豆吧，讲大树啊，这个树的种子，一个松树的种子，你这么大的大树都在这个种子里面，都全部都有了。你不看这小小种子，就说这里面就有一棵大树，你相不相信？啊，这里大树啊，那我真厉害，我一口咬好几棵大树去，对不对？这里面就是有一棵大树啊，但是因缘没到，它没展现出来。何况阿弥陀佛的六字名号，它不仅仅是说一个松树籽里边有一棵松树，它这里边不光是一个因的问题，它果就在当中。啊，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世间的比喻再巧妙，也不能够完全的形容。第六句，弥陀因中愿行所成，所成的什么？弥陀因中愿行所成的净土，所成的这句名号，因中大愿大行所成就的，能令信愿持名者念念亦如是成就也。你如果信愿持名的话，你念念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成就，成就无量光寿无量功德啊。那么善偶益大师啊，总是讲信愿持名，底下又说了，信愿行三生生缘聚，所以名多善根福德因缘，就是每一生每一生当中，信愿行这三件要素都是圆满具足的。如果只是具足一部分，还不能称为多善根福德因缘。比如说你具足信愿不具足行，或者具足行不具足信愿，那就不能够称为多善根福德因缘。因为信愿是多善根，行呢是多福德。我们这一生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信愿持名的话，这一生的当下就具足了。你信不信弥陀救度？信。愿不愿往生弥陀净土？让弥陀救？愿意。那你愿不愿意称念他救度里的名号？我都念过了。那么这一生就是信愿行三件就完全具足了。这样就是呢，啊，多善跟福德都有了。信愿持名，全设佛功德，成自功德。这句话好，这句话心愿持名四个字分为两节，心愿和持名。全设佛功德成自功德也分为两段，一个是全设佛功德，一个是成自功德。这后面两段跟前面心愿持名怎么配对呢？啊，如果我们要配对的话，持名两个字就是配对全设佛功德，信愿这两个字就是成为自己的功德。就是你只要持念这句名号，佛的功德都给你全部拿来了。但是如果你不信愿，你不相信，你不愿意往生，那拿了手上还没有成为你的，那还是佛的，拿了手上保管一下子。但是你一定相信，哎呀，阿弥陀佛的救度，愿意被弥陀救，那么这样你拿来的功德就成为自己的。所以他这个佛的功德怎么成为你自己的，要你要信愿。所以要信愿持名，他很强调这个地方是有他道理的。我们不少人念佛就插了信愿两个字，在那里做功夫，啊，我就发现这是天大的一个冤枉。
从古到今呢，也算是一个冤案。这念佛啊，做功夫啊，达到哪种功夫才能往生，真是莫名其妙。那么不具足信愿的话，这句名号功德，我们称念这句名号有没有全摄佛功德呢？你们说？没有，当然全摄佛功德嘛。这句名号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这就全部摄了。但是它没有成为你的功德，因为你不相信啊。摄是摄来了，就好像我们端一个灯一样，这个灯你端来了，那么光来不来了？来是来了，可是你眼睛闭上了，跟你什么关系？帮别人照的，你们念佛啊，阿弥陀佛好，你们念，你自己不信愿，这光是来了，是全摄这个灯光到了你房间了，但是没有受用到。所以信愿持名，持名啊，后面打的一比喻，这里先说一下，这个名号就像什么呢？这个灯，阿弥陀佛的所有的功德就像那个光明一样，你把名号抓住了，那个光乖乖的就跟着来，对吧？我从那个房间我拿过来，他就不来啊，他不来能行吗？这就是持名，持住他，就把他端来了。阿弥陀佛那么的功德，你一个手一抓，把灯放到旁边去捞一把。我们很多人就不会知道，不知道怎么得到阿弥陀佛的功德，好像那个灯放在隔壁房间了，他跑去跟手掌去捞一把，捞一把。要是豆啊，要是板凳啊，你还能拉得过来，你捞一下过来又没有了，你就把那个灯一拿到手上，往这一拿，他就跟着你走，所以光随着灯而走，功德随着名号走，你支持名号。他要信愿啊，你要相信啊。你不相信闭着眼。所以这个解释的好啊，心愿持名，全摄佛功德，成此功德，全部的，一点没有遗漏，不会漏掉半点的。说我把这个灯端过来了，我这端过来了它的光的 90%， 还有 10% 的光剩在隔壁房间里边，这怎么可能啊，对不对？你只要念这句名号，统统都拿过来了。信愿持名一法，圆收圆超一切法门。这显得信愿持名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所有一切法门的功德都收进了，圆收圆满的收摄进来，圆满收摄进来又圆超超越，所以没有任何法门善根福德能超过持念弥陀名号的。那么这些呢，我们了解之后啊，信心怎么样？对，就会有信心了。所以读这些法语是增长我们信心的。请问大家，持名跟称名有什么不同啊？啊，持久哈。一样，对，这个持名跟称名也有同也有异。称名呢，它是讲一个行法，就是相对于观想念佛，其他讲就是你只口称就可以了，叫称名。持名是指这个口称名号这个行法，持名不可能是持这个观想念佛的，它专门就讲持名嘛，就口称念佛的这个行法呢，念念相续念下去。称名的人未必是持名的，持名的人一定是称名的。对吧？称名人我念一句南无阿弥陀，完了，他不念了，他就没有持。所以在观经的结尾啊，他讲持无量寿佛名，到阿弥陀经里也说只持名号。那我们看莲池大师、弥陀素超这祖师啊，都是一个口音说话啊。持名乃善中之善，福中之福，这就是多善根福德。阿弥陀佛即无上菩提，你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就是无上菩提，那还不是多善根福德吗？支持名号愿见弥陀，成是多善根、大善根、最胜善根、不可思议善根也。弥陀乃万德名号，一名才举，万德其源。名号一念出来，所有的功德当下齐备圆满。这些话讲的要我们相信，你要不相信等于白讲，你要相信了确实有智慧。
一名采举，南无阿弥陀佛，你才念出来，所有的功德都齐备，万德齐缘啊。这个万德修齐缘，你要费多少时间啊？照在云间的修行啊，发大菩提心啊，万德齐缘。地藏菩萨的功德很大，到现在还没有万德齐缘，还在那里修行啊。弥勒菩萨功德很大，现在万德快要齐缘了，还在到兜率天，对不对？还没登上无上妙觉的果位啊。当然了，这些大菩萨他们不可能不了解这个念佛法门的，他们也就是万德齐缘了，但现在视现在为做等觉菩萨。念佛经这本书，如来八万四千法门，若望念佛法门，自于杂善，总是少善根，唯有念佛一门，是多善根多福德。自于杂善，思得半计，算得徒受，投宿故名少善根，是可思议。就其他的善法杂善，它有边际，有界限，能算得出来，所以再多都不算多。你说哎呀，多少多少阿僧祇，多少多少什么恒河沙，还是算得出来的，是少善根。念佛功德呢，广大无边，尽虚空遍法界，非心所思，非口所意，是故经云不可思议，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名号，这是不可思议的。其他的善根功德都是可思议的，可以计算的。故知念佛一法是多善根，非余善根所能及也，就是一个无穷大和一个有量的。你说再大的数字，一个亿、一百亿、万亿、亿亿，它都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再多不算多，无穷大啊，那就是无量多了。所以阿弥陀佛本身就是无量佛。所以我们引用了这些经文啊、俗语，从古代到今代，这些从善导大师、莲池大师、偶益大师念佛经都是讲一样的啊，龙树菩萨，这样大家应该要有信心了。所以一定要听祖师的，尤其是净土法门，要听净土的传承的祖师，这样一讲你心里边就很踏实。那么讲完之后，有人听到之后不能相信，是因为他确实善根太浅了，这个心太小，心量太小。各位，黄山上有一棵迎客松，这棵迎客松你能栽到你们家那个窗台上的花盆里边吗？你不可能栽进去。这六字名号是一个大菩提树，六字名号是不是有大菩提树？阿弥陀佛的大菩提树。可是我们有人的心啊，小心眼，那个小心啊，就这么大个小花盆，这个大菩提树怎么能栽得进去呢？所以他不能相信，他说我不能相信，我一相信我这个小花盆砰爆炸了，我宁愿不要大树，也不能让我的小花盆爆炸掉，这小花盆是我的。所以很多人他都不愿意放弃自己，他只能修一点，因为他的小花盆只能栽一点人天小善那个小花草，他怎么能够信这个这样广大的法门呢？信不了，就是小心眼。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你能够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是发了大菩提心的。他那个心不大，那个六字名号的大菩提树栽不下去的。所以这个是经中讲，这是故佛菩萨再来，非凡人也。这个话讲的都是很亲切的。所以我们各位无量劫打滚，现在到我们到时候了，那能够信这个法门，却心胸广大，有智慧。所以我就有智慧，我都不知道我有智慧。对，浅通佛智，暗合道妙啊，这个就是叫做老太太念佛，智慧无边。自己以为有智慧的人，可以讲都没有智慧；自己以为没有智慧的人，我们不能讲都有智慧，但是其中念佛的是都有智慧的。好，第四点，说为什么要说少善不生？哎呀，你告诉极乐世界，你告诉我怎么往生就完了吗？还告诉个不能往生的，谁愿意讲不能往生呢？
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很着急，你告诉我实际能往，为什么要讲一个少善不往生呢？这里呢我们读一遍。按说前面既然劝众生发愿往生，接下来就该说明如何能够往生，但世尊呢在这之前，在这之间却说了不能往生的状况，这有什么必要呢？根据上下文意，这段文至少有以下几点含义。一，凡显极乐境界之高，少善跟福德因缘不能往生的地方啊，那很高的境界。二，凡显唯有称名才是上善，他通过反衬呢，所以红花还要绿叶来配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显反衬的话，那么怎么知道念佛上善呢？哎，这一切就少善跟念佛上善。第三，折服众生骄慢，建立激发身心，因本经所劝的对象乃是五浊恶世的众生，这样的众生最多只能够有些许的人天少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大家翻到118页，118页这首寄语第二行，人天少善尚难办，何况无为正六通，一直接下来这八句，四行八句，这四行八句是要说明什么呢？它是要解释。所以大家如果要配对着来看，感觉到这八句话大家知道是解释什么的啊？好像没有解释啊。这八句话其实就是解释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所谓的善男子善女人，也就是人天少善才能做到，人天少善尚难办。因为善男子善女人这八个字，这六个字没有解释，他怎么解释？就是这样的，你所谓的善男子善女人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根基，是人天少善尚难办啊，虽得见闻稀有法，粗心懈怠亦无功，纵使年年放脚走，趁得贪嗔满内胸，贪嗔即是生散业，合开净土理真空，寄予同生善知识。这个时候才转过来，你要念佛求生，你才是善知识，念佛慈悲入圣从。所以这八句话其实是来对照说明，所谓的善男子善女人就是指这些。那我们再翻过来啊，折服众生骄慢，为什么讲这一段少善跟福德因不能往生啊？因为五浊世的众生最多只是人天少许之善，所以称得贪嗔满内胸的，如果不特别说明，听到前面世尊劝愿生极乐，可能会呢愚昧骄慢的妄图靠少许人天之善达成往生，这当然不可能啊！称得贪嗔满内胸嘛，何况贪嗔即是生三业，何开净土离真空，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经由世尊说明，方能死境偷心，顺着世尊的引导，才能将眼光转向阿弥陀佛的本愿称名啊，这是有它特别的含义。第四点呢，正直舍方便，因为在这个阿弥陀经之前，大经以及观经都有劝众生修善回向求生极乐，但是这只是诱导众生的方便。到阿弥陀经了，这是净土三部经的结晶了，方便就不要了，必须显明真实，所以必须要旗帜鲜明的毫不含糊的来说明。说明什么？以前讲那些都是少善跟福德因缘，直接靠这些是不能往生的，所以世尊呢才会明白的说出少善福不能往生。我这样解释，如果一直贯听下来的人或许不会误解，如果是突然听到这里的，可能会误解说啊，这个人怎么这么讲啊？释迦牟尼佛在大经和观经里面讲那些，到阿弥陀经说不能往生呢，是这个意思吗？可能会有疑问的啊，这个就必须要通达起来。第五点，为什么少善福不能往生？道理来说呢，因为少善跟福德啊不如实修行，它和涅槃界不相应故，就因果不相应。少善跟福德，所以随缘杂善，有漏善杂毒善，
那么涅槃界是纯净无染的佛的境界，这两个当然不相应了。打个比喻呢，如同平民不可能列于公卿之册，乞丐不可能就参与豪门之席，就他不是一类的。你只要有相应的这个善根，才能往生到相应的涅槃界。那我们看我们所谓的人天诸善是什么样的状态。首先看往生论注，人天诸善，人天果报，若因若果，皆是颠倒，皆是虚伪。这个颠倒虚伪的人天诸善和果报，怎么能够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呢？人天诸善，人天果报，若因若果，这个大家会读吗？人天诸善若因，人天果报就若果，不管是因还是果，人天诸善会得什么果报呢？就是说生人啊，生天享福了，这些因也好果也好，都是颠倒的，都是虚伪的，不真实的。所以贪婪大师讲的话很简单啊，非常干脆不含糊，也不给我们面子啊！哎呀，搞半天我们都搞颠倒的，一看是的，我们都搞虚伪的，是的。这个是从就近的真实义来讲的啊，不是就世间法来说的，就就近真实义来讲，因为没有证悟法性，不能给我们真实的利益。那么这样的颠倒虚伪的因果，这个诸善。怎么能够往生到弥陀的涅槃界呢？涅槃是所以大涅槃法常乐我净啊。观经书也说了，虽起善业，名为杂毒之善，亦名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业也。欲回此杂毒之行，求生彼佛净土者，此必不可以。这就是机身性。何以故？正有比阿弥陀佛因中行菩萨行时，乃至一念一刹那。这就是你发现，那我杂毒之善不能往生，那怎么办？就是把你眼睛一转过来，指向阿弥陀佛，一念一刹那，三业所修皆是真实心中作，凡所视为需求，亦皆真实。所以视为就是下化众生，需求上求佛道，不论上求佛道还是下化众生，以他这个三业所修的都是真实的啊，也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两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极乐无畏涅槃界，随愿杂善恐难生，这通通说明少善福不能往生的，因为跟无畏涅槃界不相应。第六点，诸行回向能否往生？哎呀，这一点啊，倒是有不少内容要说明，我们来看啊。善导大师在《法师赞》里边解释少善福就是随缘杂善，也就是各随己缘所行的种种善法修行，所谓三学六度八万四千法门统统包含在内，故也称为呢诸行万行，也叫余行杂行。如果比对观经，那么少善福就是观经里边的定散二善。好，这问题就来了，可是在观经里边修行定三二善回向都能够往生，这经文讲的比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中品中上品中下品，不都是修这个善往回向往生的吗？而这里又说是少善福不能往生，这两部经不就矛盾了吗？那到底修诸善回向能往生还是不能往生呢？那有人就讲了，说啊，这里的少善跟福德因缘不能往生啊，是说你少了，你多一点就能往生了。那我们的解释不错，这所有主要除了六字名号之外，你都是少善跟福德因缘，那这就有矛盾了。可以观经说一日一夜八关斋戒，那也不多啊，对不对？孝养父母，这个行事仁慈，这个也就是世间善法，也不是也不够多啊。那回向不也往生了吗？到底能往生还是不能往生？我想很多人心中有这个疑问，你怎么回答？你要说能往生吧，那阿弥陀经你们就讲的不能往生，那不能往生吧，观经也是佛讲的说能往生，
的，此有三种说法。哎呀，一种说法都搞晕了，来三种说法，有三种说法要你讲，你给我搞一种说法就完了。我们来看看啊。第一，能往生，如观经九品。从经文来讲，就是观经九品。那么祖师来讲，善导大师就这样说：被修重行，但能回向，皆得往生。这不是一个证据吗？在波罗赞里说：万行俱回，皆得往。念佛一行，最为尊。万行俱回，皆得往，不是说都能往生吗？又说：虽可回向得生，众民苏杂之行，对吧？这个虽可回向得生，不也说明他可以往生吗？然后呢，观经疏里又说，就此三福之中，或有一人单行是福回以得生，或有一人单行戒福回以得生，这个我就不念了。总之，一福、二福、三福回向，统统可以往生的，就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如果以祖师的释文，那这就是诸行回向能够往生的证据。接下来第二种回答说，能往生是能往生，不过很难，赢了两条三条：极乐无为涅槃界，随愿杂善恐难生。第二条：回生杂善恐力弱，无过一日七日念，说恐怕力量弱了不够。第三：舍专修杂业者，百十悉得一二，千十悉得三五。这也是难呢，一百个悉有一两个，一千个难得三五个，这三条文都说明难生的。接下来第三个回答说不能往生，也引用了四条文。第一：欲回此杂毒之行，求生彼佛净土者，此必不可也。明确的说明这样不能往生，必定不行。二：修杂不至心者，千中无一，一千个里面没有一个往生的。三：定散文中唯标专念弥陀名号得生。那么既然唯标专念名号得生，那就说定散不是靠他定散往生的，都唯一靠阿弥陀佛往生的。四：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没有一个不是靠阿弥陀佛往生的，靠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不是靠定散往生的啊。这四条这三种解释啊，首先就能往生来讲，就能往生来讲是讲呢具足三心的，就说修行诸善回向，具足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样就能往生。那么从不能往生来讲，就说虽然在修这个诸行回向，但是他没有具足三心，这样就不能往生。那么就难往生来讲，虽然是修诸行回向，可是你要具足三心的话比较难。那为什么难呢？因为我们修定散二善，它这个法体所指标的方向总是跟我们这个自理的执着心比较相应，他要求你自己要如何努力的修行。那这样的话呢，他要和发这个三心来讲啊，三心就是舍弃自我归命阿弥陀佛的，他这个法体的功能上来讲和要求的方向趋向有所这个扭点劲儿，这样比较难。那么如果念佛的人发的三心，念佛本来我就是没有力量，我靠阿弥陀佛的，他这个就本来就三心具足，就很容易的，所以这就是难往生。所以说来说去呢，是看你有没有具足三心。所以就这个杂行本身来讲，它倒是没有什么功能，就它就是以三心为这个一个分界线，有了三心了你就能往生，没有三心不能往生啊。三心很难，所以叫做难往生啊。简单答案就这样。那关于这个呢，在
净土宗概论呢，我也讲过，前一段时间在讲观经书啊，四重判观经书观经教也也都说到这方面的内容啊。我们接着来看讲义，直接依靠自己所修善行欲往生，不具足三心。他说修杂不至心者嘛，所以不能往生。大经就说呢，这是骄慢必懈怠，那就不能往生喽。善导大师解释为，这就是杂毒之善，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之业。所以单靠我们的这个诸行本身求往生啊，这是不可能的，与涅槃界不相应故。也就是每天磕头与打算，所以日夜十二时即走即坐，如至头然，纵使年年放脚走，趁得贪嗔满内胸，这个都不可能往生的，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不具足三心，你不看他这样子，好像表面多么的虔诚，多么的精进，这就是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他本身这个是虚假的，不行的。那怎么样才能往生？具足三心回向就能往生了。三心就是观经所讲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那么善导大师来判九品，三心一疑作为正因。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在表达的时候就有两种表达法，一个从事项上来讲，从表面的事项来讲就可以认可你，叫愚。愚就是站在偏向你这边来讲说啊，诸行可以往生，你看他明明在修诸行，然后三心回向一看啊，他是诸行往生的，这是从事项上来讲。第二个就是从本质来说，他虽然修诸行回向，但是他是靠三心去往生的，所以从本质来就说呢，这个诸行是不能往生的，你必须是念佛才可以往生。那为什么呢？因为三心就是所谓的念佛心，是归投阿弥陀佛的心的，这叫夺。夺的意思让你明白你诸行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你自己本身这样是骄慢的，你必须呢把这个要拿掉，你要完全彻底的投靠阿弥陀佛，这个不夺你，你不愿意靠阿弥陀佛。所以对这样的根基说，诸行往生不可能，靠阿弥陀佛。那么愚是什么意思？愚是右进的，他已经在修诸行了，你夺也夺不掉，那么就是哎呀，你好，你诸行回向，你完全靠到阿弥陀佛，这样也是可以往生的啊。他心里面啪，石头落地了，哦，这靠到阿弥陀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诱导的方便。所以话分两头说，希望大家不要糊涂啊。那底下就有一个问题了，一种往生，你又说是诸行往生，有时候又说是念佛往生，怎么会有这两种回答呢？答曰：如上存愚夺意，就举了一个譬喻，比如说有人呢靠自己的力量办事情，他先去了没办成，转回头过来又托了大王的名义去办了，我们家大王有令，大王的指令一到，哦，那就办好了，事情办成了。那么这样，如果从表面的事项上来讲，我们可以说谁办的这个事啊？这是王某某他办的。但如果讲本质来说呢，他是靠国王的名义去办的，所以本质来讲是王成的这件事情，对不对？那如果是你自己能办的事情，靠你自己力量行，那你自己就能办得了啊？结果你去打了回票嘛，你跑去了，人家说不行。我已经跑过来了，大王我就没办了，说哎呀，你怎么去的时候我这个信都没有写，你怎么能办得好，重新写一个条子，写一封信，你再拿去你看，哦，这大王来的，哦，事情办成了。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办得成，是靠谁？是靠大王。那么这个靠大王怎么靠？你要去归投啊，就说这个随缘杂善，就好像那个人一样，是这个姓王的使者啊，他自己傻乎的自己就去了，就想去极乐世界，到门口跑来了，随缘杂善跑来了，挡住了，不够格。好，那么他又回头过来，这大王谁？阿弥陀佛。就是靠三心，
阿弥陀给他一个条子，就六字名号这个条子给他，他带着了，就是一心归头这个大王，以三心归头于这个阿弥陀佛，再去你来看啊，那可以了，进来吧。所以也可以说是他办成的事，也可以说是国王办成的事情，但本质来讲是国王办成的事，这样大家能够理解吗？啊，我希望我有时候想一个比喻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事情你要把它讲明白，你不好讲明白，你只好打比喻。但这个比喻如果你再听不懂，不就白想了吗？你想，对呀，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啊，这个诸行往生的人到底能往生不能往生？你想这就对了。也可以说能往生，靠诸行往生的；也可以说靠诸行往生不了，是靠阿弥念佛往生的。就是不同的表达法，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这件事情做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个不同的解释里边呢，就有他这个说话人的要表达的意义。何存余夺意？那为什么要讲余夺呢？余者右近，引导诸行回向者，让你具足三心归投阿弥陀佛的缘故，说这样就可以了。好，他就发得三心。夺者显真意，夺他就显示着真实的本来，为令归入念佛一向专称故，他已经是归于阿弥陀佛了。那这样啊，了解了这个念佛的道理，就一向专称了，不再滞留在这一方面。接下来一个问题，就问说，同样就是一个行，比如说吧，孝养父母啊，或者说一日一夜八关斋戒，这个同样两个人，或者同样这一个人，昨天呢修了一日一夜八关斋戒，然后靠我这个八关斋戒去往生，结果呢没有往生得了。今天呢他又拿这个一日一夜八关斋戒，然后呢三心归投阿弥陀佛，哎，往生，说够了。他不就是都是一样一日一夜八关斋戒，怎么有了三心他就能往生决定，没有三心他就不能往生呢？三心就这么重要吗？对，三心就是点铁成金，转凡成圣，有三心就能往生。道理在哪里呢？道理啊，三心就是念佛心啊，所以呢他能总览名号万德以成己行。三心就是真实舍己归佛愿往生心，一者至诚心，至诚就真实心，真的；二者身心，身心就是两种身性，就是我不行，阿弥陀佛你行。所以身心不就是身心归投阿弥陀佛，这要真的归投阿弥陀佛。那么归投的目的呢，是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三心讲老实话，就是一个舍己归佛的心。那这不就是念佛吗？不就是舍掉自我靠阿弥陀佛吗？所以你这样靠阿弥陀佛了，就能够呢总揽阿弥陀佛名号的德成为自己的行。这样解释说，三心既具，无行不成；愿行既成，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你具足三心了，一切万行都成就了。万行都成就了，还不能往生，那没有这个道理啊。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回去自己看。好，下堂课我们再开始。